海樓價咧，其實嘅升幅咧喺第一季咧都逼近差唔多15年以嚟嘅最快嘅增幅啊！好多人就話央行大水漫灌啦，低息環境繼續啦等等啊，好似話疫情咧都完全影響唔到嗰種樓價嘅即係升幅啊！其實你點樣睇呢個趨勢係咪會繼續咧？首先係由舊年嘅係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先啦。咁呢個疫情咧，令到我哋嘅生活模式同埋我哋經濟發展咧，都好大影響。OK， 咁因為舊年嘅疫情，所有大國、所有國家嘅央行都要希望係用咩方法、用咩嘅係用經濟金融嘅政策嚟刺激呢個癱瘓嘅經濟。救經濟。係救經濟啦。咁有咩方法咧？嚟睇翻2008年。2000年科網股嗰陣時，2008年金融風暴，所有嘅央行咧都係用叫做係量化寬鬆啊、減息啊，刺激依個經濟。OK， 咁今次嘅所有央行、所有國家央行一樣做同一樣嘢。今次佢係量化寬鬆咧，係比上兩次係更勁、仲緊要嘅，仲緊要財政政策添。係啊，係啊，所以咧。依個量化寬鬆啊、低息貸款啊、資金泛濫咧，就影響到全球經濟，帶動埋房地產啦。係 ，OK， 咁就通貨膨脹啦。咁再加埋咧，另外一樣嘢，譬如話商品啊、原材料啊、航運啊，如果你留意經濟，基本上都係過去一年係升得好緊要。係 ，OK， 咁你知依啲全部原材料啊？同埋貨運啊，都會影響到房地產。OK， 咁如果睇翻我哋全球嘅房地產咧，過去一年平均有7.3% 升幅。OK， 咁某啲國家仲有雙位數字。就邊啲國家？我哋由北半球講先啦。好啊。譬如挪威、瑞典、俄羅斯、土耳其、加拿大、新西蘭嗰啲、美國、新西蘭。澳洲都升，咁好多香港人都識多倫多噶，因為可能有啲朋友啊、有親戚啊咁樣住嘛。原來多倫多咧過一年咧都係 double digit 升咗，而且某啲地區喺多倫多係升咗40%。四成咩啊？即係譬如一年之前連100萬加紙嘅樓，而家140萬。哇！真係好誇張，點追？講你點儲錢？點儲40%嘅現金 ？OK， 咁其次啦，咁如果譬如話，因為佢全球咁多錢湧入 ，OK， 同埋一樣嘢嘅，咁另外咧就所有好多嗰啲國家嘅政府咧，就係提出一啲譬如話佢想幫年青人啊，我哋叫 first time home buy 啊，首次啊，咁更加帶動個房地產。OK， 咁另外一樣嘢咧叫新嘅 terms 啦 ，FOMO。FOMO， 哦 ，fear of missing out 啊。係啦，即係驚追唔切。驚追唔切。如果譬如話，無論係投資者或者係用家，如果我今天唔買嘅，我見咁樣升，一個月之後會點啊？係咯。係啦，更加買唔起。更加買唔起啦，咁啊更加有一批人就湧入個市場。咁供應量就更加唔夠。所以帶動成個市場咧，就越嚟越熱切噶啦。